该是往这边走吧。我看应该是往这边。我长得比你更高。因为我的坐垫也比较高，放在比较高。老公，其实我们一来的时候。你如果从这边再走的话，你等于是从刚开始的起点开始再走一圈哦。对啊。那不然你是要走哪边？我觉得我们应该这边回去。为什么这棵树要特别重？你看。OK， 可以啊。你觉得要走那边就走那边。好。需要再看一次。确定。好，老公，那走。那个店员要开哦，哈、哦。